你刚刚在报告的时候，你特别有讲到，我们呢现在台北市呢要针对疫苗超前部署，我觉得很好啊。你说针对自购疫苗，将要去函卫福部，请他们提出计划来，我们再看我们要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拜托给了。现在中央整个所有的政府没有计划啦，唯一的计划就是高端啦，连高端现在何去何从都不知道，所以你觉得他们会给你吗？他会给你回函吗？然后乖乖的提出计划吗？立法院问了这么多次了，这么久了，没有一次提出计划。你觉得你柯文哲，你去问他会给你计划吗？回答。不是、啊，我是当面跟他讲，我说你有计划给我们，我说那28亿编不编，要看你们的计。你刚刚也给你计划不？应该他还是要。丑媳妇总要见公婆，但是你预知，你觉得他会不会给你？应该会吧，他不给怎么办？他应该会是吧？啊，如果不给呢？或是给你就拖在那里，拖到3年后了。导演，我们也要问他购买的程序跟他的政策，所以我们会等他的内容回来之后再跟议会做完整报告。购买的程序，你在立法院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名堂来。地方政府购买的程序。地方政府购买的程序。好，那你要跟人家问购买的计划啊，你什么时候要买多少啊？啊，怎样啊？我才知道我要不要编这个预算是传底下不我们丢。但是你买不买买不买，你们的做法是对的，我赞成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可能啦！现在在忙高端都来不及了，还管你这什么什么计划程序？现在所有的计划，通通。